士拖娘又再翻嚟，多难得你。公司厕所冇人拖地，都难得你。大堂玻璃烂鬼咗咧，裁缝斜毛钱入有咧咧。下次新闻又再咳咧，我难得你。通讯社精班路偷蛇，都难得你。冇晒广告店算好咧，挨唔挨到四月一咧？港台接手，剩班观众知道未？同港台 ready 未？祝大家过渡好顺利。上次失落，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？眼泪洒不尽，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。新闻报道完啦，阵间翻嚟仲有体育快讯，有缘再会。我哋喺别无选择嘅情况之下咧，系暂时咧系。暂停我们的各个频道的各节的一些新闻报道的。尽力无问收获，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。我们花20年时间把它做成个亚洲的心愿。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。在这几天呢，我盡了人一輩子以來最大的努力，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，包括為員工安排薪金，無奈直至到現在公司還未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支付發12月和1月的薪金。快樂時要快樂，等到落幕人盡梦，如酒醉了后更寂寞。亚视系永恒啊！对呢间公司已经系情之已尽啦。其实我哋亚洲电视喺旧年嘅8月份嘅时间，我哋基本上面我哋已经可以停播嚟嘅，因为基本上面已经系弹尽粮绝。你今天当主角，何妨忘掉最终。